大家好，我是依依料理，现在就是依依分享煲汤的时刻了。这个食谱是非常的好，喝起来非常好喝的一个汤水。汤里面呢有红萝卜、玉米，还有沙哥，然后摆了那个美豆和花生这一类的食材。这个汤只需要煲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的了。沙哥中呢含有丰富的纤维领肠道呢。畅通帮助排便。沙哥中的有一种呢称为菊粉的纤维，菊粉呢和领便秘的创止的肠呢蠕动频率呢增加31%。沙哥中的菊粉呢是一种益生元的纤维，增加肠道中的好细菌的数量，减少不健康的细菌的数量，从而降低呢心脏病、糖尿病、肥胖和肾脏疾病的慢性病的风险。另外呢，沙哥呢还有抗氧化、抗衰老啦，有美容美艳的功效。至于呢，它可以抗癌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效。谢谢大家。